透过精彩的歌舞表演，志工妈妈们希望能够为大众带来欢乐。在寺院道场中举办活动，常常都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表演。今天来到普院寺，观赏一群志工妈妈们带来的精彩舞蹈演出，他们认真快乐的神情吸引大众的目光。在这个舞蹈的部分，其实我也是一个业余的，就是说我是以舞蹈为兴趣，那把这个兴趣啊分享给大家。那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主轴就是放在我们运动，我们开心为一个主要的目的。那至于舞姿怎么样呢，那我们都不在意，就是我们把那个欢喜心给跳出来，把不愉快给跳出去，这样子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在练习过程当中，如果我们有想要再更好，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会互相切磋。那如果说我本来就是同手同脚或怎么样呢，那又怎么样呢，只要我敢上台表演，那我来付出，那克服自己的恐惧，其实他那个都是一个自我突破。我觉得大家姐妹有这样的心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。志工妈妈们表示能够有一个舞台表演觉得很开心，也鼓励每个妈妈都能够走出家门来学习舞蹈，多一点时间留给自己，会让自己更开心，家庭也会变得更美好。史方新闻郭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。